看的故事，要来听什么款的歌？对，要听一个唔通做歹囝，唔通做歹囝。因为啊，少年的时候爱博爱啉啦，爱博爱啉哦。哎呀，咁个安尼尔？啊，你讲博个什么博掉伊，还是有个什么啉掉伊无？拢有啦，拢有。哎呀，田横厝地博走百几家去，较唔难啦，较唔难。唔难哦。哎呦喂，安尼千万唔通去博落呀！哇，安尼真正博叫该唔好啦。是啊。有些人讲跋筊，嘛是人生的一种跋倒啦。哦，较正就好。是，安尼好，唔通做歹囝。来，唔通做歹囝，袁小迪。谢谢。感觉这阵心痛的畏寒，想起当初少年时，无听父母的叮咛，离开着故乡流浪走天涯。朋友若是少，我随时拢奉陪。为着自己两字，甲人去拼命。啊，请你莫叫阮是歹囝，也伫好人求，我当然袂爽啊。手干脚倒就来呛声，雄雄听起来甲伊拼。这呢冲动啊，错误的爱情重新来。如今来到这，过去所有的代志，其实无人欣赏，无人介意。朋友兄弟，劝你听我一句话。赶紧来离开黑暗的社会，故乡的父母等阮倒返去。进入教化意义一首歌了哈，哦，伊一歌词写得很写实，是是。够多人要点歌，够人要点歌无？是的，每一个人吼，拢是无同款的故事了哈。但咱都要听这首歌的非常有意义。希望讲，然后这个卡波打球的人，及时来挥舞，拢都一个一副来。